还一块，来，洗手了吗？这个我拿筷子刀还洗什么手啊？洗手去。嘿嘿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我这个女儿当个医生啊，太讲究了。喂，那是我的好爸爸，快去。OK， 没问题。 洗手了吗？洗了。你怎么跟你爸一个德行啊？洗手去。我怎么就不能有点当大哥的尊严呢？那你就拿出点当大哥的样子呀！啊！满脸都是泪啊，宝宝心里苦啊，又哭不出啊，等这些老鼠。快点去。 畅销作家，哎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洗手去了。欣欣啊，来，什么呀？我来。这个你拿着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妈，我都能赚钱了呢。哎呀，你拿着，这是妈一点心意。 哎呀，我都不敢想啊！你一个人在国外怎么生活呀？真是遇见点什么事儿都没人管你。你说这要生了病怎么办呀？妈，我是医生，我能照顾自己了。哎呀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救急用啊！乖，听话。那我就收下了。乖，又在笑小米酒啊？ 超正经天，我刚刚都已经偷偷的喝了一口，别老学你爸喝酒。哦，给你阿痛了。梅兰豆腐酿，你这个小丫头，你是怎么回事？你不就去个祸不尽思吗？啊，你至于吗？妈，你就给他做梅兰豆腐酿，这可是我每年过生日才能吃的正宗。既然是你过生日才吃得着的，那你就把那一口留给你过生日的吧，不准给我抢。 哎呀，你们俩，还是不去那味道。你们俩别闹了，赶紧吃吧。哎呀，那是你刚才那大枣馍的豆子了。哦，当然好吃。嗯，哎妈，你等着，传上给我呗。我万一不在家住了呢？我要想吃了怎么办？好汉的干嘛不在家住？你哥也是要结婚的人，你看看你哥哥一表人才，多少姑娘想嫁。哎，再看。
连背影是不是都那么的迷人？帅气，帅气，对，很帅，很帅。好啦，你要真想学呀，下次做我叫上你不就完了？嗯，不能教，这是你妈妈的名菜呀、啊，这我们家传家之宝，我还要申请专利的。嗯，不行教。但是传家之宝不就传给男孩的吗？你不懂吧？在我们家是只传女不传男。嗯，那。不带这样的，妈你靠爸。不都不准。为什么呀？不就是个成名菜吗？咱还有什么秘密？哪有什么秘密啊？赶紧吃吧。要不然是那一次比赛啊。还没喝呢你就多了。妈，喝酒。来，妈，喝酒，喝一杯。这个小米酒补啊。是我要走了，香荣，你就不要再抢我的主角光环了，就耐着性子慢慢的问爸爸为什么不传你啊。来，吃一个。雅不传你啊。也不传你了。你们俩别闹了，赶紧吃吧。有成了，你们俩呀。好了，吃吧。大姐，几点了？不用托运啊！好了，马上了。哈，妈，我都说过了，你们不用来送我的。孩子坐飞机出远门，父母能不来送吗？你这飞机呀，一分钟不落地，我跟你爸这心呀就不踏实。老婆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说这种话，这女儿一听会伤心的。好了，妈，6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我很快就回来了，你赶紧想一想，我要给你带点什么礼物回来呢？什么礼物都不要，把你安安全全的给我带回来就行了。你就挑一个嘛。爸，你想让我给你带点什么？怎么连告别信都拿出来了？知道的你女儿是出国，不知道的以为驻守边疆保卫祖国呢。女儿，爸爸是怕你花冤枉钱呢，所以啊，我就事先给你准备好了这个礼物清单，你要买啊，就买这上面的。可是爸，这双鞋我看过实物的，棕色比较好看。棕色好看吗？棕色还是限量版呢。棕色还限量版的，就买那一双。哎呀，哪有你这样当爸爸的。欣欣啊，把这个拿着啊。啊，正好女儿花到了。爸，我就拿这个给你买咯。好了，时间要到了，我该走了。要不我们合影留恋一下？好，用我的手机。我这个手机啊，只要一张开手掌，它就拍了。哎，好哎，我们找个人帮咱们合照啊。啊，不，我这里有装备的。爸，那太不专业了。我不禁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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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过吧，差不多了。再来一遍。我不禁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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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。满意了吗？好了，我去办托运了，你们等着吧。
你晕不晕？晕。喏，给你的。你要是发现做错决定了呢，就逃回来，跑回来，跳回来，还能飞回来。我不是说过吗？你的决定就是最好的决定。谢谢你啊，小荣。新的主治医生，还是选个男的吧，女医生有点麻烦。走吧，去公司。除了你之外，谁还知道大门的密码？白欣欣。你不是啊、哦？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吧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沈一真的秘密主治医生白欣欣。很抱歉，不是一个男的。他之前打电话过来推荐自己，为了回应这份热情，我许诺了高薪。第一，你知道的，我的能力还没有办法对你进行融合治疗，所以崔皓月和沈一真其中任何一个人格，我都不可能让他们永远的沉睡。这种要求以后你不要再对我提了。但是我会努力的，让崔皓月不要再暴走。第二，你和崔皓月如果想要沟通交流的话，我可以当公平的仲裁者。第三，我会努力的去跟其他所有的人格进行交流，让他们不要打扰你的生活。以上这些我都会用书面的方法对你提出来，明白了吗？我的问题说完了，现在你可以提问了。爸爸妈妈，向荣，很抱歉欺骗了你们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真的很想帮帮这个人。无论我遇到任何困难，犯了任何过错，我都有永远帮助我、包容我、爱我的家人，但这个人却什么都没有。当我难过、疲惫的时候，眼前总能浮现出许多美好的回忆，还有一个这么温暖的家让我躲避。但是这个人什么都没有，甚至随时都有可能会突然失去时间和记忆。我拥有很多我爱着也爱着我的人，但这个人即使心有所爱也无从触碰，所以我想帮帮他，
想让他走出那座孤岛，拔掉他身上入骨的刺，还有，我想告诉他，想要朋友的话，就要先伸出手。没有问题的话，告诉他，有些人伸出的手，那就合作愉快喽，是可以信任握住的。合作失败喽，那我还是回霍普金斯了。干嘛这么扭扭捏捏的呀？从现在开始，抓住我伸出的手，就再也不能放开。之前我给过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可是你放弃了。而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那么轻易的放你走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也可以吗？干嘛？你问我干嘛？喂，握个手这么困难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哇，跟你握个手，感觉跟比粉丝见面会跟偶像握手还要难。你有病吗？不是，你有洁癖啊？要不要我给你治治？哦！喂喂，你还是女人吗？啊？我不是女人啊。我不是女人吗？啊！是女人？我是女人？啊！我是女人？啊！哎啊！不行啊！喂喂！不行，啊，是你们吗？是不是？喂，不行，你帮帮我了，很疼的。好了，喂，放手嘛，真的很疼吗？都说了很疼嘛。最后一位，我是沈一真。他刚发脾气，我以为是崔皓月呢。是啊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沈副总这么发脾气的样子。没想到脾气还挺大的。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啊！血压升高受到刺激的时候，很容易转化成其他人格，100%。实话，上次你在我家的时候，一说要喝酒，怕成那个样子。喂，你们以为我听不到吗？啊？哎，他刚才是不是生气了？我没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有情绪想要释放很正常，不用害羞，有脾气就发出来嘛。你干点，特别好，真的好，好什么好？我没发脾气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没发脾气，我真的没有发脾气，我没有发脾气。崔皓月，我是沈一真，拜托啊。崔皓月。这份文件记录了我所有交替人格的性格特征以及行为习惯。好，这一份记录了关主任之前为我做心理咨询时候的面谈记录，还有这两份是其他医生为我做心理咨询时候的面谈记录。这一份记录了我分期治疗情况的报告，剩下的这些是过去11年来记录我每天行为的日志。我知道，虽然量很大，不过你不需要全部看一遍，只需要把我画的重点和每个月的概括内容看一遍就 OK 了。我谢谢你哈。好。这些等我到宿舍安顿好我的行李以后，我马上就开始看。哦，对了，我宿舍在哪儿啊？不会离这儿很远吧？抱歉，关于他宿舍的问题你没跟他说吗？我之前发到你手机上了，
你没有仔细看吗？没关系，我们面对面给他说明一下。你也知道，最近一段时间是股东大会召开的前期，对于沈副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，所以作为秘密主治医师，你需要24小时看护，所以你要住在这里。啊？我就是说，我得跟他同居。崔浩月和朱长江很喜欢晚上外出，穆小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自杀的想法，所以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。喂，我又不是猫头鹰，难不成你让我整夜整夜我守在你床前啊？并不是要你守在我的床前，而是出现突发情况的时候要做好应对措施。好，如果我的任务是24小时看护你，都在家里也没问题，可是你去公司怎么办？难道我要准备一个摄像头？这一点你也没跟他说吗？我发到你手机上了。没关系，再向他解释一遍。需要你伪装一下。伪装什么呀？这几天就跟公司说我出差了，我还要给白欣欣介绍一下家人和我所有人格的情况。好的。太过分了，简直就是欺诈合同，变相的卖身契。看样子合同已经看过了。今后应该会挺不容易的吧。你会因为不容易就让他离开吗？不更进一步，不付出感情，你现在还有自信做到这些吗？我可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要防着他的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？一直以来你都是以隐忍的态度面对别人，我第一次看你发脾气。喂，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我真的没有发脾气。这可是11年以来唯一能让你卸下伪装的人，所以请你务必珍惜。白欣欣，要去哪儿？可能是我考虑不周，我本来以为只要一个小时的治疗面谈，或者是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就可以了，可是没有想到我竟然还要伪装秘书，还要同居。可能这个事情不是靠热情就可以解决的，所以我先撤了，拜拜。你要去哪？去哪？啊！哎，来，妈，这边吗？来，这边。哎呦！哎！去哪儿啊？你松手！你啊！哦！哎，沈一真怎么会这么粗暴啊？你这样我会分不清到底谁是谁的，有什么话好好谈吗？哪有医生丢下自己的病人扭头就跑的？那是因为你给我签的就是赤裸裸的卖身契。你自己不好好看合同，随随便便伸出手来抓我，你也有责任。怎么会有你这么得寸进尺的人呀？
我是出于同情，我关心你，我来帮你。你呢，加那么多附加条款，你以为这是做生意吗？你这么理解也没错，不过我是一个有良知的生意人。还有良知？我会付给你的定金，确认过了吗？什么定金？手机。谁稀罕你的定金？我说过，所有知道我秘密的人都变成刘家人。怎么？你想拿钱砸我？如果你愿意假扮我的秘书的话，我愿意再多砸你两倍。你这个人呀，真是的，你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可以拿钱砸的吗？我就不是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拒绝，坚决拒绝。那就失败。失败。失败。别误会我，我不是，我不是那个什么意思，我就是腿麻了，嗯。我说过，如果抓住了我伸出的手，就不能轻易放开。我不会让你走的，因为你已经进入了我的地盘。我要用力了。不是你麻了吗？麻不麻不麻，我就是晕钱，我不麻。还有晕钱？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要钱？我要，我要钱！你按，我要钱。你是说，他雇了一个秘密的主治医生？是的，董事长。他人可靠吗？他是沈总最需要的人。那也不能出差错，去把他的底细了解清楚了。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。怎么，要我另外派人去了解吗？不用，我会去了解清楚的。说完了，可以走了。我的意思，你说完了可以走了，还杵在这儿干嘛？董事长，沈总身上的情况您是早就知道了，还是也不想了解清楚呢？知道了又怎么样？干嘛总是问同样的问题？就算我知道了，也只是多了一个需要封口的人而已。您早就了解了吗？我赞助无依无靠的你上了大学，大学毕了业以后，我又把你留在了公司。不是因为你的学业优异，而是你的谨言慎行。抱歉，我多事。他们那边的人可能会向你伸手，千万小心。你的任务是看护好沈一真。
钻能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妈妈和赵曼之前就认识？所以你断定你弟弟沈一真肯定是有问题，你才来问我的吧？我看过好几次他不同寻常的样子，在酒吧一次他的眼神突然就变了，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还有当我提到您的名字的时候，他的手一直在颤抖。看到这些，作为哥哥当然要担心他了。所以呢，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啊？是药物中毒还是酒精呢？如果我说是其中一种的话，你会满意吗？如果两者都不是的话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哎呀，作为精神科医生，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沈一真只是我在大学授课时教过的一个学生，仅此而已。让常助理堵住关主任的嘴，再把焦阳关的女人送到国外，在股东大会前和埃及娱乐的二小姐订婚，了不起啊，沈一真。你进来一下。您找我啊，沈总。从今天开始你给我盯住了沈一真，把他去过哪里、做过什么事拍下来都给我看。好，就是跟踪。去吧。哎，喂，曼童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我跟婉言没什么事啊。什么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因为这件事情是你先挑起的。把这个拿去送给谭曼童，再给人家郑重道个歉，别再让人传闲话了。到底是什么闲话？又是怎么传的？还有是谁在传？别问了，按我说的做就行了。你要打给谁啊？你既然不肯说，那我就只能亲自打电话去问他本人了，不行吗？闲话就是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我觉得非常丢人，行了吧？什么？还有你听说沈英真成为首选继承人的时候，你两眼放光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说你坚决不能忍受沈英真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还专门跑到人家相亲的地方去搅局，结果沈英真连正眼都没有看你一眼。而据我所知，这样的你却要嫁给沈英真的堂哥我。你不去当编剧真的可惜了。我还要继续说下去吗？啊，沈英真明明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可是还觊觎唐家的股份，我是觉得太过分了，我才去阻止他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唐曼童好。你觉得会有人听你说这些吗？别人只会嫌消息不够大，消息不够劲爆。沈东杰，现在的你跟他们也没什么两样。
们不要再说了，我们赶紧订婚吧，用订婚来粉碎这个谣言。你是在用这种方式跟我求婚吗？不然呢？我还要八抬大轿把你迎进门吗？本来我的订婚仪式可以受尽瞩目，现在给他泼上脏水的可是你呀。是我？你不但自己让别人嚼舌根，现在还连累了我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啊。沈东杰，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吗？凭什么人人都要来关心你、羡慕你？明天宣传部会发出报道，事情你知道就行了。股东大会之前我是不会订婚的。怎么？你说订婚我就得订婚吗？你的自以为是都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什么时候订婚，我自己说了算。首先要对所有的人格的性格和特征有所了解，这样你才能够在人格突然出现时做到不慌不乱，及时采取应对措施。崔皓月喜欢晚上外出，他通常在主人格遇到不能够解决的问题的时候，其他人格会相继出现。在主人格遇到外在暴力的时候，崔皓月会出现用暴力去解决问题。朱长江和崔皓月一样喜欢晚上外出，他的出现就会研究炸弹。莫小俊当心情充满负能量的时候，想逃避对事物开始厌恶的时候，莫小俊就会用绝望的方式来解决所有问题。莫小俊外号孤独演奏者，17岁，他拥有天才般的大脑，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格，具有卓越的审美眼光，对美的事物有敏锐的尖锐的判断，相对的他对一切丑陋的事物都有着极度的厌恶，还有他对艺术有很深的造诣，音乐和绘画是他最喜欢的两门艺术。莫巧娜当主人格从外在遇到了不是积极的事情，他会以一个快乐无限没有烦恼的身份出现，是一个对学习完全没有兴趣，只想着谈恋爱忙着追星的17岁少女，喜欢化妆，喜欢蝴蝶结，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女孩。星星出来的时间比较少，她很胆怯，不爱说话，喜欢抱着熊娃娃的7岁小女孩，胆子非常小，容易被惊吓，惧怕陌生人。星星我还没有遇见过，她是什么样的人格啊？她也是最近才出来的一个人格，所以我也不太了解。好了，刚才你看到这些就是我对我所有人格的一个总结，虽然内容比较少，但这些是我经过11年一点一滴的积累最终得出的判断。好，我们接着，现在你看到的这些是我一定要警惕和谨慎对待的人，如果我在这些人面前出现了人格转换的前兆，你一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控制住局面，不能让他们发觉我有任何的异常。 Yes sir。 不更进一步，不付出感情，你现在还有自信做到这些吗？哦对了，还有他们。哇，还挺漂亮的。沈冻结总经理的未婚妻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咦，长这么漂亮，不会只是朋友吧？快说快说，你以前是不是追过他呀？
翅膀撕扯着伤痕。